姚子玲最近宣传无线新剧《撞王之王》，剧中佢饰演麻甩佬角色，但日前活动嘅时候就展示佢温柔嘅一面。活动完咗之后，仲专登留落嚟同每位 fans 逐一合照，又头贴头，毫无架子。亦都有网民大赞佢演技颜值都一流，同样希望佢可以夺下2024年视后宝座，可以睇得出佢深得民心。